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精选。如果我需要将销量进行求和的话，那么就用这个求和的公式。但是我们如果说我想知道某一个地区的销量，比如说北京的话，我就筛选，那么这个求和就没有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选择广州的话，那么这个求和也没有了。那怎样才能筛选以后它能够自动求和呢？其实这里要需要用的一个公式，却不能直接用 sum 这个函数了，需要用的等于，需要用的这个函数了，需要九，九就是求和的意思，再选中需确定。那么我们再来筛选北京，那么北京区的它自动求和了，我们看一下结果。这个结果和这个结果是一样的，选中一下广州，那么它也会自动求和了，这样是不是方便多了？好，大家学会了没有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